行，玩出好心情，有点不一样。今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看到我们的穿着，你看看，哇，就是海滩的感觉，艳阳高照，在这种夏天的感觉，一定要来到海滩。所以你没有穿过海滩服吗？哪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当然不一样，主要是我们今天要跟谁玩不一样，带神玩不一样。所以今天要大家玩一点不一样的，你知道我们通常玩冲浪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跟朋友起来，但我们今天要带这群小朋友，他们呢有一些不一样。嗯，那我们要怎么跟他玩呢？待会你们就晓得了。今天我们要让这边成为他们人生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。耶，世界有多美，人类可以用双眼见证这些美好的风景，但你有没有想过惠民孩子们心中的天地长得是什么样子呢？小女生陈佑问我，看不见真的可以冲浪吗？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北台湾的冲浪圣地外澳，带你们用最亲近土地的方式，一起来感受台湾的美丽吧。班主任好，小朋友好。哎，他们非常的期待，是不是有人晚上又睡不着觉了？谁睡不着觉？我昨天，今天呢，开心到睡不着，睡到四点就起来，我昨天起来五次以上，真的假的？那你会不会睡眠不足啊？大家都非常兴奋，非常期待来体验他们人生第一次的冲浪。好了，我们先换衣服，大家先坐这边好了。这个衣服呢是像游泳衣的材质，然后呢它是长袖的，然后穿起来紧紧的、紧身的。好，我帮你脱衣服哈，来，一二三，手伸起来。在旁边是我跟我哥哥，对。好了 ，Are you ready？ 来，手牵着手，手牵着手，牵手哈，一起走，好来，走，跟我走，好，走。它的浪，这里的浪是比较温和一点嘛？是的，是的。只要是他熟悉水域，然后不怕水，对，然后多练习，他其实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不怕水啊，对，没有错。不怕，不怕，不会。对，你们都不怕水。你们会游泳吗？我洗澡也不怕水耶。洗脸也不怕水。我们可以先摸一下这张板子，先不用摸它，看它多大张。对，你可以往前，它是一个长的，然后有点。又摸到它后面，它后面有不一样的东西。好，看到我们叫它趴在板子上了。趴上去的动作就是你的肚脐先往板子上面贴上去，肚脐先贴上去。对，转上板子之后啊，你就可以慢慢的去调整你在板子上面的位置。我们双脚尽量并拢，然后啊，把你的胸口挺起来。跳起来是要这个姿势，然后脚开一点。对，然后开始左右的划水，就像你游泳那个方式一样。对，有上过游泳课吗？有。看不到，一下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回来，然后再换这个右一下，左一下，右一下。左一下，这样就可以动了。对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动。要划水。对。撑起来之后啊，右手举上天。我们可以先用跪的姿势起来。对对对，好，这就是一个冲浪的姿势。先跪坐着起来，懂吗？对。对对对对对 ，OK。好，然后再慢慢站起来，慢慢站起来，站起来不能往前掉啊。站起来而已。往前跳你就要掉水里了。对对。站起来你要在原位。对。然后。一只脚在后面，直举向前，一只脚在后面，膝盖弯下，重心越低，膝盖弯，就可以站得住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身体不要弯哦，膝盖弯就可以了，屁股不要翘起来。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的感觉很特别，很有趣。不过等一下就要下水了，我还是有点怕耶。其实我也怕水，又想知道冲浪是什么感觉，我一定要乖乖听教练的指示，才能玩得安全。哇，浪打上来了，好好玩哦。还好我尝试了，才有这么棒的新发现。待会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度的海滩上面玩滑板的，所以大家不要害怕。所以就算是掉到水里面，站就一下就站起来了，就不会淹到水里面，就站起来就好了。对。很累吧？一、二、三，跳！
要再玩一次吗？好、啊，那就教练再带你去玩一次。站在上面你就滑在水面上哎，好厉害哦，太厉害哎！见人比看得见的勇敢，可是事实上看不见应该是更多的恐惧。可是你看他们，哎，这很多小朋友光碰到水就很害怕，尤其未知的浪来。可是他们都是哇，开心，很兴奋。你看，这三个人就这样站起来，你看。他们很enjoy在那个玩乐的里面，因为他们虽然看不到，可是他们可以。触感，他们的手啊、脚啊，感觉啊，应该会超越眼睛那个敏感度。教练说，听到浪打上来的声音就要跳起来。喝了几口水，吃了几口沙，跌倒没关系，站起来就好。一次又一次，冰冰凉凉的海水打在我的身上，这个世界真奇妙。我试了很多次要站在板子上，可惜都失败了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挑战。非常的开心，谢谢我们的番薯哥，哎，番薯哥还有他们辛苦的教练们，怎么样？教练们觉得他们表现得怎么样？非常好，100分。我想教练对他们都刮目相看了、啊，发现他们真的都非常勇敢，而且也这个很勇于信任教练，照教练所教的，所以他们的成功率非常的高。我们今天看到好几个都几乎站起来了，这感觉好像冲浪变得好简单。孩子们告诉我，冲浪超幸福的，用心去旅行，用心看世界，他们看见了过去我看不见的幸福哦。